向床明向东国向东平广华多彩成就感受进入东国南盛华夏风清聆听城市有路传景东国传景听朋友欢迎收听传景东国站班新疆客子作为新疆最沿汉个影响界地方行政已经入选国家非媒体文化最算名中到北京的过程中新疆客子正面临全城乡紧张开会创新等困境正是制作国家开放界重返新疆客子分会出了会不改生机从农家顺义走向更国家舞台特别是这样平台新疆客子以迎新比南新比市很基本六件的形式走进南方的内心受到各自空间界关系的喜爱初春界新疆新疆客子特别成平成乡很日会的古土别贵这样安客子的分营会已经磨掉这个古的时间来迎新疆贴新乡明快的唱片是地皮的唱诗三戏二呼板呼这个他这开好戏就开始了听这回看新疆爱唱出新时代的味道一旦这个戏只有回